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要为大家测试的是这个谢尔曼腰锁。哦，刚刚有为大家测试跟屠夫对打的时候，用谢尔曼腰锁这个混乱是无效的。哦，混乱跟盲目是无效的。哦，之前跟库勒佐顿打的时候，用这个回荡狂怒加上这个磨难，以及魅惑，还有那个空魔玄光是追着打。哦，所以我想说来这个库勒佐顿这边试试看。哦，我现在目前有回荡狂怒、谢尔曼腰锁、磨难、魅惑，外加这个空惑炫光，一二三四五个啊，对，一二三四五个控场技能，我们来试看看看库勒佐顿是不是有这个效果在。好，来为大家测试啊，这个目前的难度比较高是苦痛三，哦，装备不是很强，大家都包含一下，哦，重点是测试这个。重点是测试这个武器的那个威力啊，那个效果。目前有看到库勒佐顿是不为所动，哦，两只大巨人有被影响到了。我需要怒气。哦，这个库曼，哎，自盲有效。自盲有效。怒气不足。改版之后，这个怒气急的不是很快。我们看到他们两个互打，我就很轻松了。哇，这两个大巨人锤还是蛮痛的。哦，自盲怎么样？哦，谢尔曼要锁，没有，大巨人受到影响了。可是库勒佐顿目前能不为所动，非常好。可以看到我回荡狂怒的那个恐惧效果也没有出来，哦，又出来了，谢尔曼腰锁，魅惑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让他去打库勒佐顿，啊，不过他已经被我锤死了，目前场上只剩下这个野蛮人以及库勒佐顿两个人正在单挑，非常好，效果是无效的，哦，那个野蛮人应该怎么如何应对呢？就是站着继续锤，一直锤就对了。好，哦，自盲有效，回荡狂怒无效了，哦，这个可以看得到官方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修改，哦，让我没办法追着他打，不过他还是会害怕我，还是绕跑，这个有些东西是他测试过，不然你也不知道有效无效，哦，我不晓得是普通的难度跟苦痛还是改版前改版后的关系啊，目前就测试普通白板后的这个是目前是无效的，哦，哦，挣脱，哦，目前野蛮人是呈现一个抓狂的状态，哦，锤满，我需要怒气，哦，他说他需要怒气，非常好，我们给他一点怒气，哦，这个非常好，再拖下去你就要 GG 了。因为库勒佐顿时间拖久了，他会一击必杀的能力。哦，所以有些改版的一些效果要测试一下，回荡狂怒是无效的。啊，非常非常好，可以看到这个地上掉的是没有半件传奇。啊，这改的改版还不错啊，非常让人家觉得堵然，有没有？好，以上这个谢尔曼腰锁的测试给大家参考。谢谢大家。现在五个地狱之王都封印在灵魂石了，拜拜。不要抢我台词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